现在来介绍我们的视讯会议。我们一站式的活动平台呢，还有视讯会议的功能，同时右方的互动功能皆可以使用。会议视讯的权限设定有三种模式可以做选择。第一种，所有来宾呢均可以加入视讯。第二种，来宾必须经过管理员的审核才能进入视讯。第三种，管理员选择的来宾才可以加入视讯。这是我们视讯的页面。